是小四啊？现在退休了，没事体，想想不想想？四的名字想好了吧？没想好，不过第一句是“独上阁楼，最好是雅丽”。1992年的上海，有人一夜暴富，有人半日归零。王阿宝雄心万丈，每天在这片滚滚红尘里钻门路、成世面。皇后路上现在最得意的人是谁？阿宝呀，现在不可以这样叫人家了，要叫他宝宗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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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凡事总要留一手，我今朝来帮侬谈生意。